来不及了，谢谢，卖掉了。加最后面这一点嘛，啊你等下换黄鱼进来，要加来。那个文鱼，那个空运鲑鱼，卖完了。来，黄鱼进，有人要加无？一件就十台斤啊。郑文藻。十台斤，今天你看，含在水管都看得到清清明明啊。反正一片外口凊彩就开你千五、几千八。螃蟹都卖完了，螃蟹都卖完了。一箱凊彩嘛，就爱开你两三万。有人乌鱼子要吃无？举手。韩总早安。来，帅哥。啊，这个请问你十台斤哦，保证原装的哦，你敢吃会完？吃袂完来，啊，这甲你分。啊，你拢卖头的用冷的，伊这是壮的。啊，但是品质就是较水。等下可能能藏着。他比你格嘛？啊，他那个都是跟我们。这叫做大斤啊，这个五大斤，你一盘吃会完无？每一片都只煞水。这一箱哦，一箱外口现在卖到上两块。对啊，潘总，好久不见了。你一罐，我一罐，给你开一万，唔免咯，唔免，甲你讲，这咧做大卖，开9000，开8000，要吃来7000，6000来。因为我今天镜头没有办法转向，因为我那个架子下面就加一只手机，我没有办法帮你们转向了。这些都是送的，这些是买的。不告诉。有，刚刚线上那两位的螃蟹，各十只的我都有留下来了。1016跟董事的螃蟹我都有留下来了。水啦，这谢谢花花。你们去外口共买一2000块，还得再一片的呢。用鸡肉吧。文女，我是不是很久没有看见你啦？分分掉啦，分分大家掉。我拢成本的啦，你相信我讲的。差不多。阿准在后面哦，你们有看到吗？现在镜头是他。你看看嘛，你的手顺起没手无？差不多，好来，安尼分做四台，一台分钱就三千，你不用担心三千，我跟你算哦，你有几片？四、六、八、九片啊，一片才多少？300多块而已。你叫啥？一片乌鱼子，外口卖1500，外只卖300块。来，交个钱啊，啊，都用批发的理念来卖，恁安尼较简单。遮济片来3000块，俗无？你过年免几个号子啊？安尼就好。多少钱？因为冰箱门上3000有无？它重量不一样，所以价钱不一样。3000都卖2片啦，卖安尼2片就是3000啦，剩的拢送你的，啊，这就是阮的批发。小米可能会包成一大包一大包这样，就是可能。会包个十包，十包2000这样子吧。到时候我看一下怎么样。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我就帮大家包，就是一大包里面有十包这样。谢谢你们呐！我陪你上，你来来提醒。像最后一个，你唔要搁蹲底啊！这一片五二七偌济钱？这里3000块啊，绝对划算啊！一片只要才几百块的尔。来，家娟来，我来算成本来让你吃，直接知道你喜欢吃这个。对，那个因为今天那个阿志他今天要考试有事情，所以阿志今天没有办法去直播。我在。好啦，淑敏，你到时候。积分机掉掉了。淑敏，你想要乌鱼子是不是？哎，五点五。那我帮你那个水敏，我帮你包20包好不好？哦，3000，二十包还是要10包？你每次都一定要让我知道我的成本。水敏，你要包10包还是20包？20。这个在打边的东西要。那有计算器。啊，这个成交价在现在几家千包千倍能这么一点去掉？你说多少成本？3000哦。一包200，我们要包几包？要包，你们觉得要包10包还是包20包？大的，那姐姐给你弄大的，这两只最大的给你。3000的话，这要另外再折算哈、哦。
你这个一半，你这个一千三千就是。君君早安，没有，我没有很年轻。一千几？我已经很老了。三千嘛，三千除以三就。三千，这个就是一千，一千要再加成，一千五。因为一只大只，一只小只，一千五，两只。来，家娟呢？哦，那两只是最大只的，一千五。一千五，这个两个就变成分摊成一千五。好，来，再来，这八百来，出这两组。乌鱼子十包，一口乌的吗？先捞的达边的，完全无进水的东西啊。来，小只的老花虾，两家八百。八百块有没有？这个做成本的，你行啊，搁袂浪费。来，八百有没有？没有，好收，宝贝，来。贵啊，贵哦，贵哦。淑敏，你真好。对啊，俊俊，二十五上下，被成本价啦，你人怎么那么好？黄金三，我看了，二零一，君君，你什么时候要来？你什么时候来？我请你。来，送我一千三。来，什么鸡？看迄个黄蒜老鸡，什么鸡蒜老鸡听好。阿平，我一边的鱼仔拜托先出出啦，我像石卷啦，珍珠石斑啦，恁拢也袂晓处理鱼啦，乌鸡鱼啦，拜托一个啦。今天真的太开心了。这海蛎啊，澎湖香王养殖的啦。来，阿姐，你要吃什么口味的？什么鸡？什么鸡较歹吃？整片的怎么卖？什么鸡较贵？哎呦，什么鸡我较歹吃。你看哦，这一篮三千块。什么鸡叫做贵的？今年的什么？你出去外口卖，我买什么鸡较贵？谢谢娃娃送出的爱我。什么较歹吃？一比较贵啦。小米，我跟你说，刚才啊，有人啊，抖音的客人说，我声音听起来年轻，二十五上下，我真的太开心了。这你要卖几包？这四斤鸡啦，台湾的四斤鸡啦，中央厨房出来这个口罩，那你这里很近啊，什么时候来这边啊？怎么样来现场呀？少年的创业，我买个袂济，但乖乖无赚钱，四啊个十八都唔免，哪个来？哪个来？什么鸡蒜头鸡做你叫？什么鸡无好食？我跟你讲的无好食。看你啊，人生还是咧，咧学黑蒜啊，就什么鸡啦，什么鸡啦，杀价啊，不要杀价啦！来，我听一只人参。AI 啦 ，AI 啦。啊，不要你杀价啦，佮收一千就好啦。来啦，什么鸡啦？什么鸡来了？什么鸡来了？来，什么鸡来了？来，黑蒜，黑蒜做汤的啦。来，黑蒜的，黑蒜的，这种最畅销的啦。来，要吃啥？什么呀？什么鸡要一只呀？其实去年乌龟只有宅配，可是因为今年的今年的乌鱼子。来，三个来一对。因为今天我们有，因为我们今年没有忙，所以今年的乌鱼子就没有办法宅配，不然我们去年是有宅配的。要什么？你今晚要什么鸡？来什么鸡来？啊，过来嘞！什么鸡？拿了没？啊，把这修改这给他。来。好来，什么鸡？阿哥，一只黑蒜，一只黑蒜。黑蒜来，阿哥来。什么鸡有啊无？就两只尔。什么鸡跟蒜头鸡来？慢出来，慢出来，慢快快，慢。来，什么来？什么鸡来？来。对。什么鸡无啊？来，过来弄蒜头鸡。蒜头鸡足香的呢，你记得吼？君君，我亲自外送什么？我们没有宅配呢。他倒一罐米汁头啊，你记，啊，莫甲掺盐，莫甲掺盐，啊，像嘛，我杏鲍菇啊，甲淡淡的，啊，足好食啊，火锅的，好，来无啊？蒜头鸡350块，好，谢谢。来，那个是有两种，一种是人参鸡，一种是黑蒜鸡，三块。而且我们的鸡都是大只的、哦，超大只的、哦。什么价钱？一包一公斤啦、啊，一公斤外口卖的卖了2000啦、啊，谁点的？谁？啊，大姐，你一包350，它有人参鸡跟黑蒜鸡。无人问你是咧，坐坐。
汤鱼吃好啦，啊，迄落乌鱼啦，你要先弄炒饭。你等下，刚才那个是乌鱼，新的乌鱼，还没有晒的乌鱼。弄出来啦，啊！乌鱼你要米料。食卷嘛爱出来啦，我爱先。对，一包350，超大只的哦。搁阿伯面啊。你要先米料的哦。弄好啦，我即摆无咧分啊啦，即摆只要有人买，就甲卖卖好出去，现捞也标啦，现捞也标三点的。呀。啊，用来直接刮刮，你唔免阁无闲直接刮刮。多少刮着？对，一只350，三只1000。乌鱼的标啦，今仔毛早乌鱼的根啦。祖敏，因为阿布有吃一个高磅的保健食品。差不多没有啊，今天剩下金木了。你看我水水迷迷迷的，来想吃的来啊！车门上点标呀，较紧啦。来啦，我们超红红的。今天卖的那个乌鱼子，我不知道一片多重了，因为我们没有称重，我们是算份的。今天卖一份3000块。现在这个是标乌鱼标，乌鱼标。标要吃的啊？要不要几包？秀兰枣。3斤标外口凊彩开500嘛，哎，2包来开你1000。挺好啊，想要吃的尽够用啊！今仔日标数字10000啊，1包2包做一个讲，要拿几箱也可以，1000开900，唔免。秀兰，位置有，在这边。包，阮买一包。来，要吃来500来。等下，等下，等下。想吃的吃不完的你就放冷冻，来我放来。500，你要一包。米米米，红的，来500。一包的两个。好，一包的两个来吧。好，我知呀，我知呀，我知。来，等下，俺这边阿龙无在注意。阿爸，来一包来。有，二姐2包的。来啦，来个一包。二姐1包的。好，阿姐2包的来，2包500块，给我500。来，想吃的来，请继续。来，一边来，你那里数字真好啊，你比我先来啊。有够水的，这个。秀兰，你要留什么？秀兰，你要留那个乌鱼子吗？来，过来，你一个发声，2包500，1包200，来1包200的来发声，要3大斤的，好来，那个淑敏，那个保健食品的事情啊，我想一下，我要怎么跟你讲，还是你那个，来，你一个来200。你有加我的脸书吗？你有加我的脸书的话，你私讯我好吗？好，2包好，我听。来，标要吃来，秀兰，你是要这些所有的乌鱼子3000吗？是吗？我帮你看它有几片哦。哦，这做好吃，好吃先讲嘞。啊，珍珠石斑先让我卖。这一早的客人也有好多人来买了一两箱走的，就做好吃。来，珍珠九班啦，价很难买。那个秀兰，那个乌鱼子那边有9片，3000块。如果你要的话，我帮你留起来。规格都规在八块，来三箱开500。想吃的还要动作快，因为只有3箱。一直哦，没有空卖。君君，你刚刚是卖什么东西多重？你是问什么东西多重？对，你只赚一包的尔。秀兰，那个乌鱼子3000块，你要吗？回应我一下。再来10个客人来，别吃呀！我请500，来送你一支烤刀啊，400，400来。因为现场有点忙啊，所以如果你们问的问题我没有看到的话，你再多问几次啊。来哦，这10位来宾，今天我来送第一波，3包来了。好，那个秀兰，我帮你留起来，9:30到啊，找我。哎，小心小心。300块。来。一
吃一斤的哦。来，要结束了啊！好，秀兰没有问题，我知道了，我帮你留起来呀、啊、哈。哎，我嘛，没有了啦。来了，再继续如云上一个。各位黄金章，来，十分是谁点的？九分上去了没？应该存在呀，啊，存在呀。吃袂甘的，吃袂完。啊，若要吃两碗饭，你一件十台斤，若一台斤三百，就带三千，三千唔免加加两千五，要吃两千，千到千八，一个来宾千五，千五。好，秀兰，我知道，我帮你留起来。千五一只呢，一道摊一一道拢上少万万五的灶王，吃到一只呢。现捞的两碗饭有啊无？一个来宾千四来。1400块，那个龙虎斑七尾1400，没有，因为只有这一件哦。想吃的来，动作快。青菜台几只的三五至四百，台七百六百五百，400块来，400块。零星的有人要吃无？算好啊，好不好？还不止3000。3000对。四百。好，秀兰，我帮你装起来了。秀。还没老鱼啊。留货的大家，你们一定都要来拿。如果你们有不来拿的话，以后我就不帮大家留货了。你中间秘书室的都有啊。啊，你迄六月七月是交起的哦。啊，八月嘛金马啊，我先甲你讲，是大大只先哦。老板，你签九公斤的，你想一千四。阿婷，你做工过来接货啦。卖开讲啦，来接啦，接啦，接出来，我要交起的啦。我啊，好好好，我甲讲。好，秀兰，我知道了，我已经帮你留起来了。你小心开车，你小心开车，我已经帮你留了。好，秀兰。枇杷叶、葡萄叶嘛，无要互你抬啦，2500唔免千二啦，一包。迄就是枇杷叶啦，水无？迄在这大路啊，这高公斤装的啦。来，要吃吃几斤？是啊，没有啊，没有那个，没有。十几斤的啊。没有那个大黑包，没有。阿妹手背拢白鸡啦，你要吃你按规箱的转去来，一台斤600，啊这几台斤？好几个，15斤啊。15斤哦，安尼唔多偌济，1700几，对吧？1700差不多啦。来，要吃规箱爱爱转去，卖1700，1500、1200、1000唔免啦。伫咱这咧卖鱼啊，不够少，要吃来800、800种的来。这几几只？你家己买几只啦？八百，你多外口买两只。谢谢大小姐的玫瑰花。两个袋子，两个袋子啦。两罐拢是成本价啦。来，想吃的来，七尾的啦，两罐800啦，一只再开你偌济？这外口一只500块，等我找我小辣椒啦。要求大只。我大只无，我青呢，我青呢。800块而已，哦，喜欢吃的都带回家，反正只交了500块。你要想，这里还有吗？有。我来抢。速速掉，速速掉哈！周围物件炸出来就是那个速掉。然后我水刚刚的来背吧。但是迄七八百，我保证你卖三只呢。哎，七八百，七八呀，八百拢八百，八百。来，最后一箱啦，好不好？来，来最后一箱来，阿姐。来啦，爱照两个公仔。好漂亮啊！阿伯你，阿伯你两个在公仔啊？阿伊是做人公仔。阿伊，哦，你们是社会的。我问你，来来来，我来是六起的，不是十起，这是10台斤，还1500、1400、1300这几个人，这只有两箱啊，要吃的听哦，卖1000台900，要吃800，唔免，两个人啊，700块来。700，哎，还无共哦，等下。700，这哪买？
迄无人啊，迄无人。我食嘛水干干，我剩最后这两箱。干干，我干干。这是另外一种卤味，迄无干啊。我干的，我干的。这个是700块的，来对面这个。这无干的。哎，这里有一颗。这无干的。这两个哈。你等我一下，然后后面一个。不是啦，两个一起。这个只有两箱而已。两个一起的。再换另一种。再换种，再换，一直换，一直轮，轮到卖完了就没有了。过来。过来，这是六起的，这是下盘的。